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啥？加热一下我的晚餐。盘点猝不及防的爆笑瞬间。来，我们这个展示一部。这个是咱们手自一体的一个电子挡把啊，手自一体的一个电子挡把，咱们隐藏式的一个杯架啊，还有咱们隐藏式的一个杯架，包括咱们这个旋钮啊，这个旋钮，还有咱们这个钢琴扩气按键啊。你现在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你有喜欢的女明星吗？没有。我看看，买新玩意儿了，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是坐的吗？不是，不对，这么的吗？也不对，这么的吗？老婆，你连英语班班都没有。注意力量！干啥呢？还别给我跑！我你来，快点！干啥呢？哎呀，干啥呢？你可以开始了。我刚才教你了呀，踩的那个梯子，在玩旋转。米其林肉型大厨，来给我把那鸭子上一下调料。好嘞。对了，你以前做什么的呀？文职。我说了会一点点，就是会一点点，不用骗人。如果你请女孩子吃这些，他们可能会看不起你，但是如果你请兄弟们吃这些，他们可能会叫你义父，对吧？义父。这车坐过别的女人对吧？我的腿正常与前面的距离是17厘米，现在居然有19厘米。你怕被我发现，你想调回原来的位置，但是你又不知道原来的位置在哪儿。其次，外面现在-25度的天气，你居然打开了所有的车窗。你又不会抽烟，你想放一放其他女人的味道，我说的对吧？你有病吧？咱们这是网约车，你能坐坐，不能坐滚。好嘞，好嘞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兄弟们，我教给你们怎么叫服务员的啊！服务员啊！来人了，弄，不动！不要不要人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！坐坐坐坐就不要了。You better move.
啊？哎，人呢？模特人呢？模特人。